到底咧，也有即个要互乡亲行出家门，新港乡公所特别伫咧今年的暑假，重新举办夜炮的活动，除了吸引袂少的老炮友主动归队以外，嘛袂少新炮友挑战自我。另外哦，公所过来准备着一点的卡片，只要收集满五点，就会当来换一个旧物的礼券。专题的话，可以当参加摸彩摕大奖。正好好来。哎香港所金属人机台夜炮收集点数活动，今年暑假热扑扑回归了，不少老炮友主动归队，加上今年新加入的乡亲，大家集合伫咧中兴公园，准备要走起来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！谢谢，谢谢！这次的举办啊，感谢我们代表会、啊、我们村长联谊会，还有县府，还有很多赞助的厂商啊，热烈的参与。看到我们热情的乡亲们啊，为了健康啊，大家出来啊，慢跑慢走啊，大家都能够啊，在这个暑期的期间，我们有八场的慢跑的时间啊，最后一场我们还要有很精彩的那个奖品啊，可以摸彩啊，大家来都能够共襄盛举。今天的夜跑活动哈，我们深港乡哈啊进入第二年了哈，我们深港乡的乡亲哈啊很踊跃，很期待哦来参加每年的夜跑了哈。除了夜跑之外哈，我们代表会哈也全力支持哈，我们乡公所哈配合一些。活动哈、有那个摸彩哈、给大家哈、来助兴了哈。那今年大家也非常期待哈、那今天的这个开幕，那我相信这样的活动呢，除了让我们的民众有养成运动的习惯，那其实让我们的孩子哈、放暑假的时候不要一直在家里面看电视、追剧或者滑手机，能够到外面来做运动、流流汗，我相信对健康哈、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。运动进前，热心上盖重要。大家对着考核做回暖心，无论是老的、少年的，甚至是毛小孩，全部总动员做回来完成大约3.2公里的夜炮活动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他不给。柯俊生代表欢迎你，靠着走啊！还有我们的。无论是用走的，也是用走的，主要就是希望乡亲会当伫咧拜五暗时固定出来运动。乡公所今年嘛来准备1500张的收集点数卡片，按7月5号到8月23号，总共有8届，只要收集满5点，就会当摕到旧物的礼券。专题的话，也可以当参加摸彩，欢迎乡亲到店来运动。大中华新闻，严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